来。即是意外重疾保障，生死的钱是30%，股票、基金、房产等等，保本升值的钱是40%，信托、债券、养老、教育。刘颖港财提醒你，洞察市场，顺势而为。想知更加多的投资理财要点，可以登录富拉新城或粤拼 APP 购买相关课程，或者收听周六傍晚6-7的刘颖港财，令你盈利做到极致。蜻蜓解答，权威实用。珠江经济台黄英热线，2月16日节目重点。受人电力。